今年好似系康打回归型格嘅一年。早前有款 J 推出咗啦，年尾咧就会有 Type R 到港，而今日仲会有一部 Whistle 登场，一部小型 SUV 就采用钻石切割面嘅设计概念，将外形打造得非常之靓，复杂嘅造型层次同埋大量嘅棱角位都令到外观有一种与别不同嘅感觉。虽然车长只系得 4.3 米，但系车高就有 1.77 米。令到车厢空间比同级嘅 SUV 更加阔落，就算坐足五个人，尾箱空间依然能够达到393公升，实用度都唔少。车价只系23万起，大内笼嘅装潢就冇偷工减料啦，例如轻触屏幕、后白镜头，接驳 iPhone 之后更加可以同 Siri 对话。早晨。嗨，而家已经系14:47啦。以语音播歌打电话相当之方便啦。麦动力心脏咧就系一副 1.5 公升嘅引擎，马力就系120匹，配上 CVT 波箱，呢部都市 SUV 合如其分，冇暴力加速，但系成个旅程都非常之柔顺稳定。如果上大斜路或者系急需要加速，麦大可以用胎盘嘅加减拨片拖波，瞬间提升扭力。